测试偶尔天已渐黑，准备收工的工作人员偶遇到了少女们的偶像团体 TFBOYS。 见多识广的他们早已有了比同龄人更成熟的心智，他们遇到掉落钱包的人会选择帮助吗？三位少年真是好样的，今天的公益测试宣告结束。搜索你好。